Halcyon Road, on a mesa overlooking the Central Coast. It's where my grandma and my grandpa both grew old, and it's always been my home away from home. I grew up playing in the backyard, swinging on the swing set. No idea what the real world was or how crazy it gets. Playing hide and seek with my cousin.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徐。今天的视频呢，就是一期夏日连衣裙的合集。这波连衣裙的话，款式也还蛮多的，总共有十几条吧。那如果感兴趣呢，就回去看去吧。第一条呢，就是这样一条白底黑花的裙子。这条裙子的话，就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条，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这么不怎么挑人的，就比较适合大部分姐妹的一个裙子吧。上面的话是做了一个这种黑色的撞色领子啊，然后做了一个带子嘛。你在这地方打一个蝴蝶结，它就那种稍微俏皮一点点。然后它这个扣子啊，也是做的这种黑色的撞。色包扣嘛，包括它这个花花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整条裙子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还有一点点特别，但是呢它就是也是比较适合日常穿的裙子。它的版型的话也挺适合小个子姐妹的，因为它的腰的话是做的很高的嘛，所以说穿着的话就挺显高显瘦的，而且这个腰是掐的很好的。整个穿着的话，因为它这个面料是有垂感的，就是它的垂感很好，尤其你转起圈呢，就是那种很飘逸很洒的那种感觉嘛，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然后这个面料的话挺适合夏天穿，不会说很热，它这个面料手感也还挺好的。因为之前的话就是我自己做的一条裙子嘛，之前选的那个面料的话，它这个花洗了以后就会容易掉色，然后我又重新去找了这个的话就洗的不太容易掉色的。就我觉得整条裙子来说的话还是蛮好看的，因为它也不是一个那种泡泡袖嘛，还是不怎么显胖不怎么显肩宽的一个款式。第二条呢就是这样一条绿色的碎花裙。这条裙子的话其实它的色差会稍微有一丢丢，但是不是特别的大，大家可以参考我的上身，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太好看了。尤其是这个碎花的话，它跟一般的那种碎花都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一般的碎花可能你穿的不好会有一点土气嘛，但这个它是完全不会。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很清淡啊，很淡雅，非常好看的一个那种颜色，清新的那种颜色。它前面呢就是有一点类似于那种方领的设计，因为它是有一点点那种弧度的，然后前面的话是捏了这种褶子。就这种褶子的话，大家如果是选择这种衣服啊，就千万不要去选择那种横向的，因为横向的话就会显得我们胸这一块很大，就是视觉效果不太好。因为我之前的话也做了一个这种款式，但这个款式的话就不太好看，它就这样竖向的话它会更显瘦一些。然后呢包括腰间的话都是做了这种收腰的效果嘛，袖子呢是做了这种带子，就我觉得它整体感觉的话就是那种偏仙气啊，偏清冷感一点的那种裙子嘛，穿着还是蛮好看的。而且它的裙长的话也是很适合小个子姐妹的，如果你想要一条那种不太容易撞衫的款式的话，可以去试试这条。因为这条的话我基本上穿出去我已经穿了有一个多月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街上遇到过有别人穿这条裙子的。第三条呢就是这样一条粉色的裙子。这条裙子的话就是上次上线的一个款式，因为这条裙子我当时一上出来的话，就很多姐妹买了以后反馈都还蛮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评价，就是真的你拿到手后就能感到这个面料的质感。它这个面料的话我觉得拿到实体店你卖个300-400块钱是不在话下的，因为真的非常舒服，就是非常贵气的一条裙子吧。然后上次的话就是大家有反馈这个领子有一点点低啊，然后就是胸围会有一点点小嘛，所以说就把这个领子稍微调高了一点点，但是也没有说调的特别大啊，因为你调到上面来了就没有那个感觉了。然后就是这个胸围的话加大了一点点。其实这个裙子的话我个人确实还是蛮推荐的，因为你拿到手的话真的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个质感的。就是我们工厂里面那个阿姨她的女儿和她的侄女来了以后每人都买了一条回去，就是她拿到手后确实还蛮喜欢的，就穿着也是很好看的。因为这个粉色的话它不是一个那种很显老的粉色，就这个颜色的话其实还挺衬肤色的，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穿起来都还蛮好看的，就是温柔啊，然后又比较大气的一条裙子。然后呢就是两条这种西装裙吧，一个是这一个绿色，然后一个是这一个粉色。这两个颜色其实我个人都还蛮喜欢的，它这个粉色的话跟这个粉色差不了太多，然后这个它会稍微亮一点点，就这个颜色的话有一点点类似于就是之前那种金秘书的那种感觉那种裙子吧，就是稍微偏通勤啊职场风格一点点。它是这个样子的，前面的话是一个衬衫领子嘛，然后这个袖子呢也是做的这种正常的袖子，不
是那种泡泡袖，胸前的话是有一个袋子的，里面还有一个暗扣，所以说就不用担心它走光的问题嘛。这个颜色的话就是稍微偏清淡一点点，然后这个颜色的话它会稍微带了一点点甜美的那种气息，就是我觉得你日常穿或者说通勤穿的话都是可以的，底下可以搭配一个那种透明的高跟鞋啊，然后再搭配一个那种白色的小包包，就还蛮好看的。这个面料的话也是很有垂感的，它就不会阔起来的，还是蛮好看的一条裙子。这两条裙子呢它的版型我也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那种比较偏宽松一点点的裙子嘛，就穿着的话其实它腰间是有一个带子，你是可以自己调节的，就你根据你自己的喜欢程度去调节嘛，所以说就无论是你是大腿啊或者说腰啊有肉的话是完全看不出来，因为它是一个短款嘛，短款的话它是刚好盖住大腿上面的肉的，其实就挺适合小个子姐妹的，而且就肚子上面稍微有一点点肉啊都是看不出来的，就是我自己穿的话我觉得就平时穿还是蛮舒服的一条裙子。然后呢就是这样一条吊带裙，这条吊带裙的话也是今年非常火的一个款式嘛，我买了他们家两个款，就是同个花嘛，这个花的话我也挺喜欢的，就是它是一个那种偏复古啊大气点的花，也是不说特别老气的一个花吧。然后这个带子呢是可以调节长度的，他们家还有一个款式就是那个带袖子的那个款式，其实穿着也还挺好看的，就是日常穿的话还挺好的，这个的话你就挺适合出门旅游穿的，因为它的版型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这种裂褶的设计嘛，它不是一个那种比较简单的那种吊带裙，这个地方做了裂褶，然后前面是一个 V 领，所以说穿着还是蛮显瘦的，加上它这个底下啊是做了这样一条加上这个裂褶，然后它这个叉呢是开的这个样子，就是说不算一个那种特别深的叉，但是呢穿着的话也还挺有感觉，就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嘛，因为我自己的话穿着其实不太喜欢把这个叉就到这上面来，就是容易走光嘛，但这个穿着就还蛮好的，就是它穿着的话也是挺显高显瘦的一条裙子，如果你喜欢这种花色的话可以去试一下。接下来呢就这样一条改良版的旗袍，这个旗袍的话就是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风格，就想尝试一下吧，因为这条裙子的话价格还稍微有点点贵，好像是300多块钱吧，买到手，就买到手以后穿过几次它这个样子，因为今年也是看很多人在穿这个裙子嘛，那这个裙子呢它就是一个这种挺有感觉的，前面的话是做这种盘扣，我最喜欢就是它这个花色，因为它这个花色的话就上面有蜻蜓啊，然后有一些这种树枝啊和一些蝴蝶啊，就真的很中国风很江南的感觉吧，它这个样子，然后后面的话也是有一个拉链。它这个裙子呢我觉得它的版型真的很好，因为穿着的话就非常显腰瘦，就显得那个腰啊就感觉就直接这样掐腰掐得特别好嘛，但是呢就是它对于我来说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长度会有点点长了，就比如说我穿着的话我需要去把这个地方再改短一点点，应该就对于我来说是刚刚好了，要么就底下再穿一个那种高跟鞋，但这个裙子的话因为我没有买那个跟它配套的那种鞋子嘛，所以说我就随便用鞋子搭配了一下，大家就不要介意哈。第一个地方呢是做了一个这种开叉的，但这个叉也开的不是特别大嘛，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就是这个长度的话小个子要去自己改一下。然后呢就是这样一个套装，也是一个裙子加一个开衫嘛，就这个套装的话我当时看图片我就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就是把新中式啊和日常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那种款式，里面的话就是一个这种吊带裙，它是一个黑色的那种拼一个这种碎花嘛，这个碎花的话其实还是挺好看的，不是很老气的一个款式，然后它胸前的话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的话它是其实我自己穿着的话就是我当时看图片我挺好看，但是我自己穿着因为我自己最近肚子上面长了很多肉嘛，所以说它会稍微有点勒着，不是一个非常显瘦的版型，如果你是很瘦的话穿着应该非常好看，但是如果你是比我稍微胖一点点或者说你肚子上面有肉的话，它其实这个版型不是说一个很遮肉的款式哈，但是呢我自己还是蛮喜欢这整个设计的，包括它胸前啊这个样子的还挺有设计感的。外面的话就是搭配了这样一个这种小开衫，这个小开衫的话也是做了一个那种中式的风格，包括它这个面料啊也是挺舒服的，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棉麻的料子吧，但是这个款式呢就是它这个袖子的话做的有点太大太长了，我自己要把它改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手其实还是算挺长的，让我穿着的话都就像唱戏的那种感觉嘛，所以说我觉得就穿在身上不是那种很精神的样子，就有一点点显得拖沓嘛，但这个裙子的话整体款式跟风格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我要把这个袖子去改一下，然后你把它这样搭着穿其实还好，搭着穿的话就把这个肚子上面的肉就给盖住了。然后呢就是这样一条黑白拼的裙子，这条裙子的话就是偏日常风格一点的款式嘛，它也是一个短裙，就是因为有姐妹说想让我分享短裙嘛，因为我自己的话其实平时我穿长裙穿的比较多，如果穿
穿短裙的话，我就会选择穿这种裙子，因为如果是那种设计感非常强的那种裙子的话，我自己穿出门我觉得会有一点点不太舒服，就是我做什么事情吃个饭的话，我觉得就感觉有点点奇怪嘛。就我平时的话其实穿这种穿的比较多，它是一个这种拼色的领子这个样子的，它这个呢包括前面啊也是做这种扣子嘛，但这个呢面料的话不算那种特别好的面料，因为这个的话它就面料非常粘毛，我自己就拿到手穿了两次嘛，它就特别粘毛，然后就洗了以后它也会有一点点掉色，这一个黑色，所以说大家就一定要把这个领子去给它翻开洗，然后就自己去手洗，不要用洗衣机去洗，其他的都还好，因为它这个面料的话还是蛮舒服蛮透气的，如果夏天穿的话其实还挺舒服的，里面的话就是薄薄的一层，它是没有内衬的，因为这个面料的话它是算那种比较清凉一点点，那种稍微厚实一点点的面料，如果你里面再加一个呢布的话可能就会有点太热了，其实这一整套来说的话还是版型挺好的，比较适合小裤子里面，因为它这个长度的话也不是很长嘛，所以说一般的小裤子还是能够 hold 住这条裙子，就是它会有一点点粘毛以及掉色。最后一条呢就是这样一条绿色的裙子，这条裙子的话我也买了挺久的吧，其实说就是也是穿过有几次，但是我穿的也不算特别多的一条裙子，它是一个那种偏仙女风格的那种裙子吧，因为当时买到时候好像是快200块钱了，就是价格也稍微有点贵，前面的话是一个大的方领，然后呢它这个带子的话就是这个袖子是做的这种松紧的带子，但这个呢就是它穿的上会有一点点敞，就它如果是前面的话有一点空，然后呢前面要是不空的话你把它拉到后面去，就后面的话有一点空杯，就是有一点多余了，就我觉得这个的话你可以稍微把它做的稍微紧一点点，因为不然的话你前面会有那种走光，然后呢它是这个样子做了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设计，就我觉得这条裙子的话其实款是还蛮好看的，因为它这个用料还是蛮足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是有三层嘛，里面是有一层里布，然后呢是有一层这个比较纱纱的那种材质吧，就这个花的话我还蛮喜欢的，就是那种今年很流行的那种偏水墨风格那种花色嘛，它这条的话整体的款式其实还挺好看的，就是它是一个那种偏洒一点的那种裙摆嘛，转起圈来其实挺好看的，但是呢就是小个子如果你是比我矮一点的话就不要去尝试了，因为它这条的话裙长稍微有点长，要么的话你需要自己去改短一下，如果你是比我高一点比我瘦一点的穿的话真的非常好看，就是那种很仙女很仙气的风格，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拿到手也还是蛮舒服的，穿在身上的话虽然说它是那种比较透一点的，但是呢它是不会透的那种，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外面的这一层面料的话它会有一点点容易勾丝。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就是一波连衣裙的合集，有不同的风格，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嘛，然后呢这期视频的话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前阵子回去把我自己的牙套给取掉了，就是我觉得看着好像有点点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嘛，那就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期视频，如果喜欢这期视频呢就别忘了关注我，并帮我点